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。今天一出来赶海了，刚找这杂草嘴，然后今天也是大草嘴出来转一圈。走了，我们找货去。废话不多做，来来来，是到底下的石头得盘哦，憋着不干。嘿，搅盘器，看，哇，好多搅盘器。这个垃圾又给他带走。哦，这种石头盘的比较好。哦嚯，哇、哦，看，家人们看，这是嘿嘿嘿，哇、哦，都被我压了一个洞。哇，是黑杆可以哦。来了，盘子，哇、哦，以为是可以哦。来来来，嘿，哇、哦，做直线，哇，这个现在很贵啊，已经要100多了。哇、哦。哦，有一次可以哦。哇，这个季节螃蟹肥呀、啊、看，嘿，哎，这边，嚯，我同伴在这边都没看到螺。哎呦，哦，来吧。哎，哇，是家伙啊，可以哦。哎，哇，这边有货。来来来，躲在这里面看。嘿，哦，哦，有了，乌了，可以哦。走了，底下也扫一下，扫这边看有没有腊螺。我、哦、这边怎么水感觉好浑浊？看，哎，我这边应该是油货，我刚才油动进，然后让它，哦，看到货了。哎，家人们有没有看到？在这边，哇，以为是大盘蟹，哇，这个季节的盘蟹可以用，呵呵，哦，这只可以，嘿嘿，来吧，镜头，哈哈，不错，我们继续盘回石头吧，盘石头看有没有货，哎嘿。哎，哦，小盘蟹。这个头感觉有点脚跑了去，不然它跑了不管了。这石头必须盘一盘啊，嚯，搅盘器，然后这个螺，这种不要。哎呀，哦，哎。来吧，啊，哎，有没货？哼，有货。哎，你跑，我叫你跑，等我拿钳子。嘿嘿嘿，哇，又是石头蟹，哇，这个季节石头蟹看好肥呀、啊，这可以哦，肚子都圆起来了。来来，给他镜头，继续找货。哇，这个是他们放的鱼网。好，家人们看这个海带，哇，现在这个季节海带出来了，然后大圈坐下这那个搅盘车里面有这个海带，家人们喜欢吃海带的话可以去搅盘车里面，这种的太那个了，我们不要。哇，那边怎么在打土啊，快，哇，这边，哇、哦、可以用，哎，来，哦，大妈上，我看你往哪里，我可以呀，这是妈妈可以，我转圈圈，看给不给力，来，我让你跑，你跑不了的，哦，这东西吃完了出来就是好货多多啊，哇，这一条发财了，真海巨渣，哦，一真海巨渣，可以给他转点嘴，来，这是不是特别转，哇，这一次就发财了，来，我们石头盘一下。看还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哇，扫了一大圈的，挺累的。没有。啊，下面，那我们就直接不扫了吧。我们看周货，来，家人们看一下今天的周货。哇，今天发财了，这海货运气爆棚啊！大全今天真的是运气爆棚，抓到巨渣了。看，哇，这一条大不大？这最起码有50-60公分吧。哦，这。大早上的出来赶海，大全今天早上是运气爆棚啊，直接抓了一只50-60公分长的真海巨渣、啊、
好了好了，那就回去了。那我们家人们，我们下期见。我要抓紧拿回去卖。拜拜拜拜。